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今天出席了这前屏东县长潘明安的新车发表会，咱来问到讲，敢会教着咱的美国代表小米琴来选这每年的总统的，伊是无来回应。对着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讲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，欢迎不是你的朋友会当加入国民党。民进党党主席也是副总统赖清德，找到参加前屏东县长潘明安的新册发表会。伊外头看两个人过去伫立法院共事的回忆，伊讲两个人的感情是真深，也阁头一届证实。总统蔡英文伫咧内阁改组的期间，捌交代两个真重要的职务给潘明安。不过潘明安为着要改到三工，都无入阁。这次的这个为了帮我，他没有入阁。这总统 offer 给他两个职务，那我不方便讲哪两个职务。这个我也不知道他要搭配谁，但我不能代替他回答。那我只是。在未来在竞选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来帮跑腿的，我大概是这样。面对媒体话讲，感谢甲驻美代表小米琴合作，2024年出来选总统，赖清德是无回应，潘明安也无到三共回答。不过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才到参加新竹县东部的新村团拜，也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敢会代表哪样出来选总统，郭台铭回应等国民党的办法的说法来做出回应。欢迎所有非绿的朋友来团结支持国民党，或团结加入国民党，最后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努力为台湾、为中华民国打拼。针对总统甲立委选举相关的办法，朱立伦强调讲，会伫3月初4南投补选了后进行讨论。伊也赖清德初八头一届主持民进党全国县市主委会议，根据了解，针对立委初选提名的事情，赖清德希望要赶紧，外界推估时间点可能是伫4月份至5月份之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